回去就是都是下坡，很轻松。对啊，所以就刚刚好，不用出汗。但是太早去就会啊，就这边，就是这里吗？对对对，下面吗？对啊，但是不能开车下去。停这里。好。好。现在 Ruben 带我们来到了这个私人游泳池，天体游泳池，瑞穗林道的第一游泳池。这里是产业道路。这两块大石头挡住了，不管，车子不能下去，我们人可以下去。哦，有瀑布哎！超棒耶，野溪温泉怎么会温？怎么会温？啊，你看那边有泡泡，就是会有温温的水是吗？其实感觉不到温温的，但是它会有硫磺的味道啊，所以也不算温泉，算冷泉，算有温泉味道，可能是温泉，但是因为水太多了，然后它太小。了解。那个出水口在哪里？那边有一些洞。哦。对，好像会往那边走。好。但是对你在那边游泳，安全的，感觉不到什么。对。好。就是不要靠近那边。水从红叶溪的南沙坝落下来。变成瀑布，然后沿着这一条渠道流入到这个水坑中，这样子就有一个可以游泳的大水坑了。那个什么东西，这是一只动物的蹄子，不知道什么动物。超帅的狗啊，是。哎，谁乱丢东西？
这边是游泳池，我常常来这边游泳。天快黑了，感谢阿鲁带我们来这个泳池玩，我们准备打道回府。我用我的相机拍两张照片，这个照片上有经纬度，有方位，假如大家想要来玩的话，可以找到这个泳池。好，今天的玩水节目就到这里。哇，超级大的月亮耶！林珠大叔给我一串大香蕉，然后晚上带女儿去逛夜市，再去干妈家修手机，这样一天又过完了。十四的月亮特别圆，晚安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